近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组成的研究团队公布最新研究成果，秦俑及相关陶土制品的原材料可能来自同一个供应中心，由不同的工匠团队组成独立的生产作坊独立制作，并非模块化生产。专家认为，这种生产方式能够保证进度，有助于在短时间内完成兵马俑这项庞大工程。